力丸在陕北苹果优生区耕耘时间超过5年。果农在苹果的开春表现，包括抗冻、展叶、开花等等效果，比较认可。对于山区施肥的农户，也大大减少了工作负担。大力丸陕北的经营团队经过5年努力，也受到地方政府认可，打入苹果试验站单位。团队定期回访效果，并针对性地给各个果园提供适当的方案，让肥料整体表现更加突出。在山坡地花椒表现，大力丸也让韩城的农户看到了种植的激情。大力丸在山西的苹果区开始发力于2021年，进入成熟的应用阶段之后，也在2022年迎来更多广大用户的支持。愿在新的2023年有更多新的服务和理念持续注入各个区域，给果区带来新气象。每一个用户回访背后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正面反馈，让马来西亚大力丸继续在西北和山西区域陪大家走得更长更远。